11月3日，星期二。今天我很忙，很累。早上7:30起床。洗澡以后就吃早饭。我一边吃饭，一边听录音。9点到教室去上课。这就是西瓜。第一节课是中文。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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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老师教我们发音。生词和语法，瓜，也教我们写字，还给了我们一篇新课文。这篇课文很有意思。第二节课是电脑课，很难。中午我和同学们一起到餐厅去吃午饭，我们一边吃一边练习说中文。下午我到图书馆去上网。4点，王鹏来找我打球。5:30，吃晚饭。7:30，我去白英爱的宿舍跟他聊天。到那儿的时候，他正在做功课。我8:30回家，睡觉以前，高文中给我打了一个电话，告诉我明天要考试。我说，我已经知道了。